生命港口来上岸，路过流那石头卡，你喜嘿来记得你，村民风俗港口嘛，蛤蟆了的港口嘛，心态注意不现性格。四海分明现你名，含马了的港口嘛，有神庙必有阮不惊，含马了的港口嘛，神庙人敢愿天下。电神庙在面顶，长孙将军在家境，守护千万的人民，用心看家度众生，亲友参拜在殿前，祈求神庙来庇荫，常怀着感恩心，万事成功，万事成。蛤蟆了的港口嘛，神庙慈悲护万民。蛤蟆了的港口嘛，性命因团代代领。现在我会跑掉。看到了，看见了。我一定要在动，在里面动。现在那个，你弄掉他们，这里。掉。那边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我把那东西给你，再把后面弄开。你知道怎么改吗？嗯，我教你。嗯，你说啊。反背，快点拿走啊！不行，反背的。可以反背，真的，你把它转过来，你反背。我说，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。对啊，要不然你这个没办法改了，要不然你这个改低，你头一定会去撞到那个铁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比较小的人自己背起来。你有没有跳走？嗯，跳走。跳走，哪种跳走？你除非这样切，跳跳快呢。我是跑马的，不跳靠永胜，不要去跳靠永胜，拍照给永胜看、啊。你这边跳走，你不管多大都无所谓。没有，我叫做女人装的过来，你需要什么跟他讲，他马上送过来。不用了。